TV 1号台主裁判刘金浩 记录裁判员石凯琪、陈光旭 运动员周晨、刘松 下面比赛开始 周晨你好刘松你好 请双方选手正对快球准则拳 听我口令 预备 三、二、一，开始。 刘松，我的开球选择权。 各位观众，您现在观看的是由企鹅体育直播、中国体育 TV 直播，给您带来的旭日家居乔氏杯第七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中国区决赛的现场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苏新元。大家晚上好，我是张清勇。本场比赛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对，对阵的双方是准备上场击球的，来自天津的刘松，对阵来自山东的周晨。第一局，刘松。比赛采用25局13胜。 14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你看到刘松啊，也是剪掉了一头秀发，对，换了个发型啊，还稍稍有点不适应，是，我看起来，从一个文艺青年变成了一个猛男的这个角色啊，嗯，以前还是那种长发飘飘的感觉啊，就是很算书生气儿的那种，嗯，那现在是换了一个，可能也是19年啊，对，博一个新彩头，从头做起。 周晨来自山东烟台，这位球员的名字还是不陌生的，他也是经常的会参加咱们的比赛，而且是屡屡有上咱们 TV 台，是，看看这次表现怎么样。两位选手也是今天胜部的比赛啊，嗯。 赢球的一方呢，将进入到中国区决赛的第二阶段。对，那么输球的一方在明天上午8点半，还有最后的一场败部复活赛。没错啊。刚才张指导也是在这个您的败部的比赛当中点球啊，险胜啊，嗯，也同样来自于天津的刘毅。所以张指导明天上午8点半还有一场比赛。没错啊。咱们这个阶段呢，就是近80。对。明天8点半的比赛结束之后。 在上午的11点，将进行第二阶段的抽签仪式。嗯，到时候2018年乔氏中式台球国际积分榜排名第25到第40位的16名球员，对，将悉数的抽签入位。可能有些新来的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球友也不太了解，嗯，为什么是25到40呢？ 因为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是18年的这个排名前八的啊选手直接晋级到总决赛。对，那么往后顺延的话，就是从第9到第24，就是16名的种子球员；25到40是第二梯队的种子球员。没错，就是以前的1到16跟17到32，现在因为前八，已经有名额直接进总决赛了，所以说顺延往下了。是的，这边说着一个反角度的发力啊，没打进，没有打进。 刘松，熟悉台球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来自天津，对，以前的前斯诺克的国手，没错啊。而且我对他印象还比较深啊，他是在英国也是有去打过比赛，嗯，也是旅英的咱们比较少的球员啊之一。然后他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战绩，比如说赢马奎尔啊等等一些国外的一些职业顶尖的球员。
那有些时候呢，去国外打比赛的这些国内球员也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叫什么比较现实的一个，就是每年的一个费用问题。早些年间，我印象里在零几年的时候，大家就经常在谈，包括一些比赛直播里都在聊，最少是20万起步，20万人民币啊，这20万还是你没有别的开销的，对，正常比赛吃喝的这是啊，你其他的如果再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就更多了。所以说以前基本上都是一些厂家或者一些大的这个赞助的一些啊这些公司呢去签约球员，才会让他们有机会去出国，不然每年这样多的一个费用，一般情况下小厂家是签不起的。是的，你像咱目前国内的一些比如说比较知名的一些球杆的厂家去签国内中式八球球员，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他们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不是特别高。是的啊，刚才也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裁判也是跟周晨说了一下，那个请先让我来去看一下，就是先来主观的在裁判员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一下五号球是什么样一个角度，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犯规的可能性存在、防患于未然。对，看这个定要尽量校成一个六号球向上的高杆向上的角度，还是稍稍有点大啊。正常高杆不下塞的话，横推起来可能是左上角底带了啊。如果想叫左边中带呢，需要去下一些左塞高杆在里面。他也没太强求。嗯，还行，看来角度还是比较正啊。第一局周晨胜，比分1-0。第二局，周晨看球。大力冲球啊！啊，这个安球炸的啊，是大力晨。炸的一手好球啊！这个好局面啊，在比赛里边太重要了，真的。他经常。可能在一些比赛里会去看他能不能进多少盘，而且或者说这一下午或者这一场比赛里面2-3小时就进2盘球，所以打起来就很头痛。但是这时候如果换成一个炸球比较好的球员来打，他一上手他就特别有信心去打，因为他始终保持在一个进攻的态势上，一直有机会上手，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强行的向下蹬啊，这球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尽量先去把14号解决了，就是比较难的右边边库球。虽然说从画面上看啊，离库边大概有2颗球的距离，但实际上呢在处理的时候从上往下打还要小心红塞，小心身下球等等这些角度，所以说啊可以的话一定要提前处理。杆儿呢一定要小心啊，身下不要碰球。
关键就是留这杆中带的花色球的时候尽量较直一点。嗯，角度啊。对。因为毕竟你后面的黑八呢是左上角单独的一个选择，所以说你这几颗球里边一环扣一环啊。嗯，可以留一点点向上，然后继续利用十五号低杆回来，八号叫同带，这角度很舒服，这杆一定要往左上方多蹬一点。哟，这过头了吧？如果比较直，实在不行就低杠往回拉啊。如果说白球是向左边啊，吃边库的角度，看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啊，高杆吃左边边库上方顶库，那出来，对，走个两库再强行叫一根黑八，那得加很强的右塞，对，想发力高杆啊，确实不强求了，低杠回拉，简单打法。第二局，周晨胜，比分2-0，开球青台。第三局，刘松开球。啊，左上进球。啊，左上左下两个球。金黄一直接过来，先去调六号啊。刘松这位球员呢，跟咱们今天啊有在这个 TV 台上边打过的王岩，他们两个技术风格是比较接近的，是白球要求非常严谨，很细腻，要求一些精准的白球走位，然后通过非常好的白球走位啊，包括一些 K 球的衔接，将一盘球去打光，经常性在这里边会有一些啊。说到这个王岩。刚才这个场次间歇的时候，有一挺好的玩的花絮。嗯，说王岩呢在 TV 台，嗯，找这个刘欢裁判，嗯，拍这快手，给自己拍还是给别人拍？给自己拍快手啊。然后张道伟给他当背景，当对手，明白了，特有意思啊。网络现在比较发达，嗯，大家也通过一些直播平台来去玩自己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啊。希望还是能够传递一些正能量，是比如说一些好的台球的理论技术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咱们直播间如果有朋友玩这个那短视频的话，如果你们看到王岩这视频，你们别看破就别说破啊，就当真的看啊。
比赛当中。一定要避开上方花球啊，不要坐住。好球啊，能看到刘松的这些球打下来的非常工整，白球基本上跟自己想要的位置都是比较接近的啊。那这个安球可以直接从啊十一号里面缝隙出来啊，稍稍带一点点低右塞，嗯，对，打到八号中带。你看刘松跟这个周晨风格就不一样，对，刘松是杆杆想带。比分一比二，开球先判。谢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周晨开球。是打李晨的冲球。这场比赛里边，从目前的这个冲球效果来看啊，肯定是在开球环节，周晨的这个开球是给自己加分的。嗯。关键看他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住啊！这盘球里边，目前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啊，右上角的这个有一颗花球啊，也是跟七号球有点相贴啊，底带的位置应该是不太够下，肯定是后面要找机会，比如说利用中带啊，或者利用十四，一定要尽量的去把这个球带出来啊。嗯，或者就帮进这七号啊。关键就是看他自己是想一杆完成净台啊，还是通过一些控局来去获胜啊。还是要带一些低杆啊，最差是能敲到右边中带啊，再起来。中带刚好能叫得到，然后利用十号留角度向上去带一下这个七，还有十二号的这个位置，所以说角度很关键啊。直接高杆去顶的话是不太好顶了，来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把七号球 K 进，或者是从上往下再兜一下。这个球是有一些向左上方去分离的，这个排球角度一旦发力啊，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十秒，不打了。也是确实觉得啊，那个角度可能是不太好去 K 出一个非常好的球。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刘总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用三号动动，做做文章。这球刘总接十号。肯定是不能着急打，因为没有好球、嗯、而且要控局，比如说你留下这个白球位置，或者是用自己球把对方带口球破坏掉，增加对手的一个进攻难度。五四，我先挡你一杆啊，然后让你来拼。如果说中带能拼进啊，算是刘松这杆防守失误啊。本身这个球啊，它放的有点过头，
最好效果就是跟十四号球啊，就是垂直。好球，这就等于说突破了对方的防守，但是你后面交位也是一个大问题。因刘松的一个七号球是在上方花球的左边啊，会影响你去叫黑八或者是叫其他球。来看这杆交位啊，如果说可以用一个比较强的右塞高杆啊，走上方顶库右边边库下来是最好的啊。另外一种就是贴着七号球上方去走啊。周晨也是明白他不敢大力打，对，一旦大力就吸库，吸库必须用强塞来去走这杆球。看这球这塞还不够特别，对，这多难啊！其实，在这个力量上再大那么一点点，然后右塞用的再多，还是可以的。毕竟实际操作起来它是难，对，它需要一个感觉的这个手上的一些细腻的程度啊。中单没翻进，那刘松上手，这杆有机会下右塞高杆啊，直接打七，向屏幕右边去 K 红三，如果能 K 出一个非常好效果呢，你就可以一杆去制胜了啊。打了打黄一，白球可以弹回来往七号里边去放啊。还是支持张指导刚才说的，先打七尝试 K 一个。那他可能，我先考考你了，为什么不 K？ 不知道。其实这个球只能有两种答案，一个是他觉得冒险风险系数大啊，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刘松是左手，他打这个球需要趴到上面去，而且刚好那个附近是有球的，比如有黄一啊，有黑八。啊，他这一侧身左手上去打七 K 三，他就觉得别扭啊，哎，我还得瞅着身底下，别碰球。有道理。主要我认为。等于给了对手一个搏杀的机会。对，如果哎差一点啊，如果晕下怎么办？对吧？对，这个是存在的。而且你看看，他还来运气了，感觉好像直接打不到啊。等于说去让刘松要去解球了，看能不能打得到。如果能看到红三的话，还可以做斯诺克。啊，看不到红三就需要勾了。关键是黑八跟白球贴的有多近啊，这是很关键的。啊，看这个出杆方向应该是可以看到三，那就还可以做防守。十秒，延时。直接能看到六啊，这个球。
到三，白球稍稍带一点点中低杆啊，往五号左边下方来去放。通过一些防守啊，终于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你剩一个是很背的。对。刚好左手。七号球过头，打黄一可以往下线来叫，然后五叫七，七叫八啊。不然的话，你打狙还需要从上方啊，利用低杆从顶库再下来啊。来看这杆啊，是直接高杆走两库。还是利用一个中低杆直接往上走啊，这个球看发力的一个状况了。确实，你看刘松那个打法，特别喜欢白球跑起来，也是发力啊，找找手感，而且适应球台，这也是一个球员比较经验老道的地方。第四局，刘松胜，比分2-2。第五局，刘松开球。啊，两个中袋啊，纷纷的有其他球过来去影响，没有进袋，这样的话又给对方留机会，比分2-2。黄一还是需要继续利用低杆从上方弹顶库往下叫四。周晨可能觉得这角度还是不太舒服。关键是后面我再叫能不能叫得这么好，也是心里边有想法啊。而且打黄一是不能轻打，必须得发力啊。10秒。延时，果然啊，就是想的比较多，然后呢，
觉得角度不合适，脑子里面杂念特别多，所以这个球其实正常来说打进是不难的，有想法的脑力一直在困扰自己，不清晰。对，它是影响你去比较坚决和比较主动的去进攻上的一些精神的专注力的，是受影响。你要分出来一部分，一直脑袋里在想，哎，这个球我上，哎呀，打还是不打？如果再交位的话，我还需要用利用中低杆发力下来，或者高杆抛两库，就这种东西在脑子里一直在影响你。十秒。后面就是变成一个好，那我先打下试试吧，就出问题了。内力不够啊，跟顶尖球员比起来。角度也合适啊，刘松刚好是一杆 K 球。稍稍是刮了一点对方球啊，这杆白球位来看一下，是不是刚好给周晨走了一个二，应该是可以打。要考虑黑八现在 K 完之后的位置，而且你打五左边红三有机会，现在就要下低杆去带了啊。右边中带下低杆，横向向左上方将红三这位置 K 出来。好球 K 完了就打这颗好了。轻推过开球线即可啊。嗯，没问题。黄一继续再轻推，但这个杆球后面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走刺的角度要不要去留一个带黑八的位置啊？因为你黑八现在确实是个问题，它不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位置啊。你不 K 你就肯定后面要其他的球去衔接啊，叫八个球，比如说左边的底带啊，右边中带这种啊，非常不太好去走的位置。来了啊，这杆球四吃库横向 K 九 ，K 还是不 K？K 比较正就容易挡六啊，所以这个球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球。如果说你刚好能 K 薄一点，就 K 到九的上半边，然后六号球还能露出来，这就需要你自己手上功力了，还有杆法，包括一些分离角的判断。不打了，啊，可能觉得这个风险比例系数太大，十秒，不值得去先。全攻，我最后再留个角度再开。那就起来看能不能叫一个直球，哎，挡住了。起来叫直的话，一点刚好八号球左边底带。那需要走两库啊，要发力。白球到位了，但是目标球没有进，而且十二号球是有下啊。刘松呢，如果去冒险进攻轻推，弹起来九号右边中带再向上，后面黑八有机会叫一个单独的位。
不攻的话就用上方的花色球啊找一些障碍啊去做斯诺克。不打。要不要拼中带啊，拼进再过来。还能继续再去交位啊。十一号继续可以去从左边边库啊。中高杆蹬一库过来叫十五向下继续留中带角度。直接过来，有这杆球的话，应该就是帮了啊。帮了再上去，用球来做，控制局面。嗯，攻。安全球意识还是很强的，没打到，没打动。没帮进啊，这个球。周晨有一跳，而且跳好，如果能包边再上去，八局还能交位啊。这杆球可是，哎呀，很可惜，没有帮进啊。但是回过来看看周晨，跳球的白球位走的怎么样啊？不要掉带。啊，能包。强薄了，这对而且是打薄了啊。我记得南非的这个赛龙有一场比赛类似的这样打薄球曾经薄进过，对，但那球可遇不可求啊，我觉得球打得很天马行空啊，嗯，让你意想不到啊。一般那种情况下都是出现在这么说吧，比较早期的九十年代时候的一些球风啊，比较复古。对，因为大家那个时候不太会走位啊，完全是拼的一些个人的能力、个人准度啊。你这边刘松没有太考虑他这个位置，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形容一个人厉害就是准。准啊，这个人太准了啊。超薄球，什么边库球啊，反角球等等啊。好球，周晨胜，比分3-2。六局，周晨开球。你能看到啊，这个周晨那个大力炸球确实挺有心得啊，力量非常重啊，自成一派。今天您去打比赛，嗯，那场球于龙海跟贾子龙，贾子龙啊，于龙海也是大力冲，大力炸啊，对，于龙海的大力炸球也是不错啊。进球率怎么样？他们两个，嗯，一般。到后来的时候，于龙海占上风啊。
第一阶段的时候，前九盘双方打的是七岁。看来对你来说有点煎熬，是吧？嗯，有的时候呢，其实球员们自己也说，嗯，不到位。对。在卫生间碰上了，聊这个。七岁。嗯。没手感啊。这一 K。然后，这杆球。因为现在不太确认这个黄一有没有下啊，就是说九号有没有挡住黄一，没有挡的话，黄一右上角应该在七号跟十四号缝隙中间还是可以拼一杆，但现在这个大的翻角球五号球是真的比较难，也就不知道这个刘松会不会冒险去冒攻一杆啊，那可能会借力。哎，白球，哎，非常老练啊。嗯，要利用低杆帮进对手带出手，对，这就彰显了一个人这个球商啊，他打到一定的情况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可能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他跟你们想的就不一样了啊，想的更全面啊。哎，哇，这一杆球很准了，很准了啊！如果说这个杆法效果变成了一杆去勾开对方的四号球，那这杆球太漂亮了啊！不瞒您说，真是觉得刘松这发型不看不认识。现在呢也是流行一个网络用语啊，嗯，支棱起来了，对，大家都在去形容对方啊，支棱起来了，它会用在最开始啊，这是一个电视剧的片段，其实啊，嗯，对啊，赵本山那个一个电视剧里边还是电影里边的啊，然后说头型要支棱起来啊，大家就现在广为流传啊，用在各种比如说形象上、气质上啊，对，甚至于说你的球技上啊，今天怎么样，有没有支棱起来，对吧？各种形容词。我今天有没有赚到钱，嗯，对吧？蔫根了嘛，大家都在说，是支棱起来了还是怎么样？来看角度调啊。低杆，还是小，停不住，从下面再走两步上去啊，继续脚拔中段，啊，贴着黑八走，从下面底库右边边库往上走，这对于打斯诺克的刘松来说，这个应该就不是难度了，是五分点要走位啊，基本上是篮球嘛，嗯，没篮球。哎，他们在练的时候都得把这个带球叫过这个篮球，对，留一点向上或者向下角度啊。一分三比三，谢谢。老伯，追上啊！来呀！太平了吧，酷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七局，刘松开球。嗯，
熟悉的进球的线路，而且是非常好的效果。上方啊，单色球，一四五下来，七号左边有下啊。红三呢，必须要在六号球先打进的前提下啊，然后也可以去打左边底带，或者你最后，比如说六三之间一个衔接，右边中带应该十四没有挡啊。你看这盘里边，主要就是上方啊，最后留一个五向下过渡，然后下方的一个三六衔接，就是这盘里面单色的两个比较大的点。十秒，延时。这边肯定是刘松就在想这个三怎么来去解决，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平时啊球友在看球的时候，换成你，你会怎么去想，对吧？还有其他种打法，比如说打七叫成一个向右的角度，横向去顶三，对吧？这也是一种，或者是从下吃库往上勾，把九勾走，啊，这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一些线路。然后你在这里边，比如两三种的方案里边去摘取一个你自己觉得最安全的，或者是临时根据自己白球有没有到位做一些调整。那这个安全就涉及到了这个七会不会校正一个横向向右的角度，然后留七去解决红三。哎，校直了吧，这杆球有角度是有角度，但不是特别大了啊。或者看他要不要接力中带，哎，对，就变成了一个可能我们最早说的这个 A 计划，嗯，不 K 球单独叫。杆需要往回退一点啊，这杆球较直较近是最好打的。哟，还是上库了。那么这个，他能要那个角度？对，他是主要要求就是这个直线的位置啊，这种角度。而且八号球这个位置只要推过去就好。刘松呢，在2003年的斯诺克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获得了亚军，在新西兰举办，冠军是尼尔罗伯森。第七局，而且刘松呢也是4-3，中国大陆地区首位打进斯诺克这个排名赛正赛的球员。瞧瞧人家这一辈子，瞧我这一辈子，不一样。他比我还小，比我还小八个月呢，是吧？网络流行歌曲送给你，我们不一样。这个确实不一样的路啊，多么痛的领悟啊！多么痛的领悟。八局，周晨开球。大力炸球啊！真是保证挺高的进球率。对，关键时刻啊，能够去让自己加分。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先上手啊，而不是炸完一个非常好的局面让刘松来打。刘松是七岁半的时候接触的泰拳啊，14岁就获得了天津市的这个市冠军，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啊。天津的这些球员里边真的确实是天津在这个中式八球甚至于斯诺克的领域里边还是比较强的。没错，像这个石汉卿啊，嗯，郑鹏啊，刘松这都是打过斯诺克球员啊。是，包括曾经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李耀奇啊，嗯，周全啊，对，田慈啊，陈立生，嗯，啊，包括什么张楠啊，对，啊，还有张建海，一说啊，能说好多人看，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啊。对，小烈阳最早也是打这个斯诺克，对，后来因为斯诺克没比赛，没比赛没办法了，是台球的。但说良心话，斯诺克确实贵，费用这块你要真想自己玩儿，单说你要真是拿这吃饭走职业，好多人其实球迷都问说，这个阿苏啊，这球员们这一年挣多少钱。我在老跟他们讲，我说你别老看挣多少钱，别赔钱就行，你看人家打到这份上花多少钱对，往往在前期啊，球员都是在投入，没有产出，没错，就是，没有说收支上是一个收大于支，基本上都是支出要大于收。只有说到你达到一定的排名了，然后有一些俱乐部去聘请你做教练了，甚至于说有厂家签你了，然后帮你报销一个费用问题，你才可能去真正意义上的去赚钱。所以说，你看现在好多的这个球员都去带着一些器材营销在这上，是没办法，这个是可以理解。这一传啊，但传完之后，12号，对呀，左上没有，右上，但是你14角度又是一个大角度啊。对，大概这个位置，非常大角度，强行的带着反赛，就是左塞高杆去留，还不太好留这个位置。怎么控这力？这旋转大是大是小？说实话，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不太好听，不支持。对，角度有点大了啊，大过头了。10秒。如果直接停不住，你就从上面找机会从延时绕一圈，绕一圈这个位置的话，还有一 K 球线路呢。比如说你在这个屏幕下方中带的右边啊，不要碰对方这带口球啊，嗯，去吃库，然后带很强的右塞在里面，再吃屏幕左边。哎，杆高了， 是这个意思啊，杆高了，杆高了，一定要贴着这个中带的五号球的右边碰这个库边才可以，有这种线路在里面啊。啊，翻带有球接力没碰到黑八，哎，犯规，第八局，可惜了，刘松胜比分5-3。9局，刘松开球。
好球啊！刘松也慢慢找到了一些炸球，而且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带进球啊。反过来看，局面啊不算好，比较乱啊，尤其下方那个花球跟这个单色球的一个小球堆。颜色不难啊，四号球黄衣，甚至于可能右边的边库的这个袋口五号都能看得到，关键是你怎么样利用这几个球来把下方的六号球来去摘开，而且你还有右边边库上方的七号球。十秒，五，直接发力 K 吗？来了，看效果，中的还能拼，底带有可能也有下。所谓的这个台球的理解深与浅，就在于你的这个办法多与少，线路多与少。对，你的积累的量一定要够多够大，而且多条线路选择一定要都知道才可以，内功啊也要深厚。这杆球不算安全球，这么说吧，比如说二号球，如果刘松敢去拼一个右边中带，然后下低杆发力，从下方大概在25这个数字位置吃库，再向右上方弹，是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六号球下边花球 K 开的，但是太冒险，比较冒进，有可能刘松的这个性格他不会打的啊，除非是大比分领先。哎，先打进四再过来，肯定还会防，现在又没得打了。如果拼的话，你打二号还需要抬高杆尾才可以从下方蹬一库，从25的位置弹起来向上 K， 要不要拼？那摇头，觉得这位置不太理想。对，甚至于说哎呦那确实不打了。其实刚才我想说啊，就甚至于说吃库发力起来用15号去向右边带都可以啊，都是有可能去有好的效果，但是这就是可能啊，它也同样存在了没有好没有好没有好效果，或者不可能啊，就或者说不可能有好效果，是还得结合当时的比分的状态啊，心理的状态，手感各方面。看看会不会直接叫个九啊，下低杆向上走，力量还可以啊，啊看这个角度，正常比较直的话就是高杆轻推过去留14啊，有向上比较大角度就利用一点点啊，中低杆去把黑八顶开啊，不要停在那个位置。还是比较直，走一个两库，可是你这么打你还得再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左八，哇，
就放弃了。我你这球再上去再下来，我太恐怖了这个。多了，白球，哇，真是够悬啊！这球留的稍微运气还不错，差一点点吊带啊。嗯，带脚稍微演了一点点，真是够悬的。对于周晨来说，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刘松右边带口的这颗啊六号球，因为它是便于刘松自己来去衔接和过渡的。刘松也是反复在看啊，这个黄衣刚才是被撞了过来。那么后面要进攻的话，会不会选择一个中带去借对方啊力进中带这样的一个打法？还是有像屏幕左边的角度啊，强行的去横向走啊，啊去蹬过来叫到黄衣，让黄衣有机会可以借力中带，是一定要往左边走多一点，不要形成一个薄球。还是有点薄，这个球一定要接厚一点，最少是三分之二啊，有把握都可以稍稍大点力啊。比如八号你不要轻推去叫右上角，你叫左上角也可以，关键是一定要把这个黄衣借力之后的分离出来角度的效果打出来，有时候你力量放轻啊，效果就不一样了。直接打，准呐，也准多啊。第九局刘松胜，比分6-3，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比价，国际大师赛期间购买爱跑光影桌球28000元每台，缴纳全款，加赠正版波茨杆一支，限量五台，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0-147转五。2019生肖大奖，天鹅庄大金福，
开运就开天鹅庄，送礼就送大金福，天鹅庄大金福刚红，澳大利亚天鹅庄。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公学和中学八九。波茨杆，波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老伯，追上啊！来啊！太平了吧？库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太平了吧？库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0局，周晨开球。
犯规。暂停之后，来到双方第十局的较量。刘松现在是6-3，领先来自山东烟台的周晨。比赛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限后自由球。在第一阶段冲球效果不错的周晨，依旧大力冲球，但这次白球呢是掉带了。刘松这边是限后自由球。今天呢也是本时段最后一个比赛了啊，明天上午8:30比赛继续。这杆二号还是有些向屏幕右边的角度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比如横向出来，或者是直接下低杆向上啊。来了，看效果，算很好啊。星这个球的位置呢，打中带的这个四号球还是比较薄。周晨这边薄进白球过来，线路上也是没计算的特别好啊，像左边带口的自己的花字球也是撞了进去。现在再去进攻的话也是非常难打，看看还是要不要去做一杆防守啊。但稍稍有一些效果，将对方四号球也是 K 到了自己花球11号附近。刘松在进攻上这杆也是比较难，如果去强行叫一个左边中带的角度呢，一定要叫的比较近比较直才好打。摆开还有的打吗？有打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去进攻一杆啊。啊，看样子还是不太够。打七，留角度打六。哎，就推上去，用五号向下来衔接四号球右边的带口。这杆球一定叫叫的，应该角度比较大才好打后面那个脚位啊。你角度大，后面只需要轻推，不需要发力。中高杆啊，用力量来去。抓一个四号球右边带口的位置，
悬了，还是杆高了啊。嗯，还是有一明显的前冲啊。对，杆法太高啊。他应该直着是下来就对了，或者是你这个往前冲的这个效果要晚点出来、啊、对，他这么打呢也是在考虑左边中带啊，担心这个高杆效果出来晚一点容易出现一个比如吃带角或者掉中带的一个现象。周晨非常好的机会，看十号球角度啊，向上的话高杆可以走两个啊，如果是比较直就低杆往回来啊。还是对于下方的这个两个球角度可能不太满意，一直在去考虑到底要不要打迟疑。或者说他对这样的这个角度啊走位来讲他是模糊的、嗯、不确定打完之后主球要跑向哪里。这个角度是支持可以利用低杆轻打，然后叫到左边啊，打右边带口，或者是高杆推弹过来啊，打左边的带口。还是更喜欢这种中低杆发力蹬过来的感觉。那这几杆球打起来，处理的并不算简单啊。第十局，周晨胜，比分4-6。第十一局，刘松开球。依旧有球进带啊。嗯，球角度也是合适，刚好给打进，自然向下去顶36啊，看效果。有没有机会再去带啊？能看得到够打的话，低杆还可以去带啊，将3-9带开。
三号离目标球太近了，等于白球回旋的这个动能不够，只有旋转没有动能。对，所以人等于感觉白球在顶着他在往前走。还在走，角度合适，但是这杆球如果想去钻一个缝隙啊，去带这个中带的弧边球，难度是相当大的。哎，过来量了一下，支持，但是这条线要抓得相当准，而且就算你要想带，比如说一个右塞在里边的话，你要控制好，不然的话就用高低杆来去找这个位置啊。漂亮。好球啊，这就是能力啊，非常漂亮的一杆。理解，对于孙立角的理解，理解啊，需不需要下赛啊？不下赛我高中低用哪个杆法最合适，把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一个局面啊化解了，波斯抽检一样的给它解开了。那高杆向下，底带还是有下。嗯，啊，这个球，他可能对没忘了，没想着过来看，没过来看，甚至于说刚才啊，比如说我可以大一点叫中带，小一点叫底带，这个脑子里就有点模糊这个概念。如果过来看一眼，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完全就是中弹，硬大无小，牢了。第十一，但是直挖准，开球清台。第十二局，周晨开球。周晨的开山锤啊，好像在第二阶段抡不动了。没有太好的机会，对，而且这炸球不进啊，大力炸是比较耗体能的，进了还好，不进就是等着对方来去接收这个现有的好的局面啊。而且你总是被动的选球，选剩下的这个颜色，对，剩下的球要不然靠弧边，要不然难打啊。看力量，高架，这种球还要拿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的轻力去打，来叫红三难度也是比较大啊。
主要就是想控白球啊，打薄了白球弹起来就会很多，而且只能用高杆，没办法。哇，这杆球！同样啊，周晨啊，左边中袋又叫到了。哎，球先往下走，一定要高杆发力往下顶啊，不能太轻啊。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杆关键准度了，右边的十号球，你是利用后边球去叫到位衔接走个近的位置，还是现在这种比较合适的角度直接高杆打，然后下来叫球？看十四，啊，不够打。那就中带过渡的十五号球需要先打掉了，并且白球需要从上方顶库向下来，这个位置吃库的时候要往下一点小心，啊，直接接了一杆啊，那就变成一个跟前面类似的一个白球位了。而且你还把过渡的两颗都打掉了，其实他打这球圈自己脑子里有这个想法，我打到了两颗过渡球，然后我最后又叫到了这个很勉强的位置，打起来心里面就不是很坚决的那种。就是咱们实话讲能力的差距，十秒啊，我给他包边发力啊，直接传了一个啊，但是差的有点远。周晨有拼球了，那这球肯定是不能放过的，一定要尽量的去打一些比如低杆减速啊这样的一些杆法，甚至于反赛的杆法，将白球停住，不然的话你光拼进的话意义不大，白球对再跑上去是没有效果的。中带还是漏了，比赛时间也过半，这杆是有机会啊，低杆横台带开右边的二号球，低杆的效果没打出来啊，反复量的位置就是稍稍让它打厚一点点啊，先吃库啊，然后再碰十四号球接力进，
漂亮。你不进你也难受，你还要打九号下地杆吃库往上勾，非常精彩的一杆。对，今天刘松一些难度球技术打法确实今天第一比赛日来讲贡献的是最多的。咱们这个整场比赛到现在啊，我个人感觉就是刘松的这个今天白球的到位率包括一些想法是目前最好的，嗯，综合的指数是最高的，然后就是王岩。是第十二局刘松胜，比分8-4。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恭喜和中十八球。波茨杆，波式球杆开创者。第十三局，刘松开球。犯规。可惜啊，白球交代了。周晨能不能抓住机会？右边这个中弹啊，跟他们二位还真有缘啊，算起来得有四五杆了。是，王岩，今天右边中弹不也掉了两次？宇龙海，右边的中弹位置飞出飞台面两回。再走，哎，这一撞啊不好，撞整颗还好，不然就避过再过来。现在看不到黄衣，还需要拼下方的底带。但是现在来看啊，这四号球是有没有被对方这个就下面自己啊这个七号球所挡？如果挡住的话，右下角底带没有进攻，那可能就要去做一些防守了。要接力吗？想接力啊！哇，这杆接完之后，刘松的球彻底乱了，乱了，没好球啊！那支持现在反手啊，就是左手上方那颗包球，那白球从这个一号球跟黑八的缝隙中间下来，去叫时，甚至于说去 K。那刘松看看要不要打啊？不打做就直接做防守。选了一个九号啊，看这个角度，不支持直接横向的向屏幕左边蹬过来啊，可以没问题，薄太多了，而且漏球。来看这个二号，角度向下可以高杆从下边底部往屏幕的右上方来弹叫七，然后七叫四，四再向上用黄衣最后去叫这个黑八。先打吗？先打的话，这样就直接下地杆叫二了啊。然后二叫七，用一个边库的七号球叫王一，还是有些难度的。看角度，还比较直啊，地杆可以直接往上走。哎呦，保守的话就是大概现在这个位置。顶多往上退那么一两颗球，不敢再走了。对，你再走就被人挡着了。
能不能有？感觉他这个肢体语言很微妙。应该差不多啊，够悬的。但凡多往上推一点就麻烦了。对，很艰难的啊，扳回一分。第十三局，周晨胜，比分5-8。第十四局，周晨开球。也可能是在 TV 台啊，这个有一些紧张或者有一些压力，感觉周晨的球没有打出来啊。每盘每一分虽然说赢了5盘球，但总感觉除了前面的几分打得还算自然以外，都越到比赛后面越是有问题，吃力，频频的出现一些比如说白球不到位啊，越打越难的这种现象，感觉这个专注度啊或者说这个思路啊绷不住了。长台啊，能拼进，打薄了，白球看看位置，啊，并没有完全的去挡住对方球，但是从现在这画面来看啊，是不太确认九号啊到底有还是没有打，可能是能看得到够不够下。反过来这边周晨呢打七啊，来看是白球撞三还是用七号来去传啊。
这个球算是漏了一些机会啊，十号球，十五号球两颗啊，上方比在右边中带啊。这个角度的话，低杆横下走或者高杆轻推啊，看自己比较擅长的一种打法。嗯，还是高杆。关键就是做这个十四号球的时候啊，这角度对，台球都往左侧横移的多一些。啊，一定要尽量的留一个打十四，先叫十五的球，嗯、然后十五条这个黑八附近的十一号球，是左边来是对的，这个角度是不算合适 啊，因为你不太好去叫一个，比如说打十五右边上方底带的一个位置，你最多是叫成一个从右向左打的位置，也就是十五号选了一个比离得比较远的带口。而且你就算你打完中带之后，你利用这个十一来过渡也不合适。变了啊，拼！先来打十一，低杆横向，看看角度，还需要发力，不能轻推。这就是前面一杆不到位之后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全都变了，后面选择，后面是越打越难了啊。而且一定要发力啊！必须要利用低杆，好球啊，这个准度，再轻推或者角度合适呢，稍稍往前蹬一点点啊，强大的这个基本功做支撑，嗯，非常准啊。第十四局刘松胜，比分九比五。谢谢。第十五局，刘松开球。哇，这一上来其实算是周晨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没把握住。
机会吃库去轻轻勾一下七号球，带一下就可以了。反向先打，带一下呢，能把二号球这位置给换一下。对，而让自己的这个力啊，能打的释放的更饱满一点，不是那么纠结的。对，不用去捏着打啊，不用收着打，把力释放出去。打七上来，叫四右边中带啊，留角度较直，然后四再叫六，六打进呢，用左边中带的二号球向下来衔接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上方四个球。二号可以自然到三。对。这边黑八的位置非常好，左边中带啊，后面是可以去选中带的带口。看看左手，啊，小心身下啊，因为他是左手。换加杆了，好球，角度也合适。看着加杆用的，嗯啊，这个球通常情况下都是在这个有斯诺克功底的球员身上才能看得到啊。平时因为打中式八球呢，我们经常比如采用一些比如小加长靶等等，就不用了，很少去用加杆。所以说，纯粹打中式八球人，这个球员里面使用加杆好的人不是特别多，除非你日积月累总用才可以，身高不够。推一库，中低杆走两库。两种打法，哎呦，这个力量太重了啊！判断失误了。而且这杆球推进再起来，还哎呦，可以去下一个低杆啊，那可以再来一个低杆右塞走两库。这个低杆怎么看？跟上之前那一杆打法跟力量就不一样了，对，球杆的声音就。听得出来，第十五局吴松胜比分10-5。高比价。国际大师赛期间购买爱跑光影桌球28000元每台，缴纳全款，加赠正版波茨杆一支，限量五台，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0-1475。2019生肖大巧，天鹅庄大金福，开运就开天鹅庄，送礼就送大金福，天鹅庄大金福刚红，澳大利亚天鹅庄。开球有球进啊，而且是过线进球啊，算两个球次。来看定颜色，上手的话15号左边中带啊，可以去选择利用中低杆白球往下走一点点，继续可以去调整一个中带再向下过渡，一定要前面争取先把下方的13号跟12号球啊先去处理掉啊。这两个球因为左边刚好有对方的3号跟2号，也是比较难受啊。角度向上，争取先叫球，弹起来看角度，继续啊。中高杆蹬一库，或者是中杆都可以。
看这个角度比较直，低杆向后来，弹起来看位置。强薄，嗯，没薄进，而且给了撞上去了。那这边刘松只需要轻轻帮进即可，四号球挡黑八，做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周晨的解球啊，右边还是从上往下，从上往下是非常简单的，肯定要是发力啊，看有没有运气球，这是唯一的办法，单纯的是为了不给对手的这个自由球，你正好给人家四号球撞开，嗯，人家上来收割是吧，回过来还有机会把四再往黄衣里边去做防守。以前我刚接触台球没多久的时候，特喜欢就是擦杆不擦杆的声音，滋滋的。然后还问过别人，问过，没问过。比如说你怎么擦出来的？没问过，没问过啊。哎，自己就一下子就会了，就你擦也出来这种滋滋的这个动静。对，哟，可以啊，学挺快嘛。这觉得特享受，后来才发现这招人烦。确实啊，尤其是正好别人非常专注的在打一颗球的时候，你在人耳边很近的位置滋儿这么擦一下。以前在比赛的时候哈、啊，经常出现这样的盘外招。有，还有吊架杆的呢。对，有人杆放着放，棒掉那儿了。对。刚好你打一个边控球，关键走黑八，还有那个出来咳嗽，咳嗽一声啊，这些，哎，有一些这个，或者说爱好者或者球员啊，确实，在一些个别的对抗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恶搞的一些东西在里面。那正好您说到这儿，那为什么那擦杆布但是就使劲擦完之后它会有声啊？它本身擦杆布啊，你就记住了。它没有水分的话是不会出声音的，对，而且它是一个摩擦的一个生热的过程，哦，瞬间有一定的水蒸气去蒸发，其实咱们如果你擦非常快，就是肯定百分之。